这个希望从眼睛光送给他们好，那么接下来你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哪一首歌曲呢？我给大家带来一首《大鱼》，送给大家。有请。会啊，小帅，来说，伸手我爱你。
先开心啊。其实我在想，为什么你没有问我是第几次来火火？你是第几次来火火？我在想，第二三次来火火吧。希望以后能多来，好吗？应该是你还要继续问我合肥去了哪。我还想再问你一句，我的节目可能还没有来上，帮我们的这个嘉宾邀请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，好不好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很想知道合肥有什么好吃。如果有什么好吃的？对，我吃过小龙虾，特别好吃。对，什么？小龙虾？你请我？那能不能也带着我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大家给我们掌声，大家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拜拜。好。